《大秦帝国》第二部，《国命纵横》第三章，《西出鲨鱼有一班车吃马吃，来威风古域，为的就是看车看马，往往不入酒店，而径自进入车马场徘徊观赏。长衣领班与短裙女士匆匆来到车马场时，一群华丽客人正围着一辆青铜摇车兴奋议论。 大雅大贵，好车，六尺车盖，六尺车厢，品级顶天了。哎呦，六尺车盖者不稀奇，好多去了。贵重处在这里，看看，车盖铜柱镶嵌红玉，谁人见过了？一个黄衣商人操着楚语高声惊叹，众人眼光顺着他的手，一齐聚集到车盖铜柱上。 果然见一块两寸见方的红玉镶嵌在锃亮的古铜中间，熠熠闪光，不禁纷纷惊讶探险，争相围着摇车，抚摸品评。快来看这里！有人在脚下惊叫一声，众人哄笑起来。哎、呀，真是车痴！韩兄好兴致。原来有个人提着一盏小风灯，站到了车厢下。 坐在地上，自顾端详车底，听见同好们笑声，他的腔调顿时尖锐。别笑了，快来看一眼！一圈十多人顾不得锦衣贵体，纷纷匍匐着钻到车下，伸长了脖颈，端详之下，一时鸦雀无声。原来，车厢底部的铜板虽然铜锈斑驳，但依稀间仍可看见。 东宫坊三个刻字，那时候谁都知道，东宫就是周王室的司空，执掌百工制造。铜板上有此三字，证实这青铜板料是王室炼制的专用铜材，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极有可能是周王室特制的青铜摇车。西周还是东周？有人忍不住轻声问了一句。 这里，还有刻字。一个跪在地上的贵公子模样者，仔细抠着车辕内侧的铜锈，一字一顿：“周人造离世，看见了吗？周人，快！再看车床、车轮。”众人激动，纷纷找来几盏方灯举着，仔细端详、抠摸着这辆神秘摇车的。 铜锈部分。片刻之后，蹲在车厢的一个人喊了出来：“车中有字，渔人妖皇氏。又有人喊：“车轮铜箍有字，轮人宫吕氏。众人惊讶纷乱间，又响起鬼公子尖锐的声音：“这里，车辕内，王玉造父。”天哪，造父，造父也。 一连串的发现，当真使这些试车癖们惊讶万分。面前这辆车，竟当真是千古难逢的西周王室的名器。那刻有“东宫”字样的铜材是王室专用的。那“周人”是西周王室作坊专门打造车辕的工匠官号，“造离式则是这位工匠的名字。打造车床的“虞人”是妖皇氏。 打造车轮的轮人是宫女士，这些刻字本来就已经足以证实这是一辆西周王室的王车，是天下难觅的至宝了。可是，更令这些车师们咋舌的是，这辆车竟然还是造父曾经驾驭的王车。造父那可是神灵一般的车圣，在车师们心中比三皇五帝还要神圣光彩。 造父本是周穆王的勇士御臣，能降服驯化野马。周穆王西游昆仑，正是造父以四匹驯化的野马驾车，风驰电掣，日行千里，使周穆王及时赶回镐京，消弭了一场叛乱。从此以后，造父就成为御神车圣，成为驾车者永恒膜拜的英雄。五六百年后，这些车师们。 竟亲眼见到造父驾驭过的青铜摇车，这简直是做梦也想不到的，如何不令他们大喜若狂？车师们目呆呆的看着这辆车，这里摸摸，那里摸摸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良久，贵公子猛然醒悟过来，使劲喊道：“神车在此，还不参拜！” 说着，整衣素容，一个大拜，长长的跪伏在车前。车师们恍然大悟，也连忙跟着大拜长跪。正在这时，一盏风灯悠悠飘来，两个女士站在了车旁。哟，先生们灰头土脸，一身汗，参拜土神吗？长衣领班笑盈盈，瞄着刚爬起来的车师们，哪里了？ 我等想买这辆车，谁的车了？楚国黄衣商越急，拖枪越长。哦，先生们要买这辆破车？长衣女士笑盈盈反问：“正是。”刚刚爬起来的贵公子一边对车师们眼风示意，一边大咧咧笑道：“这辆车尚算古朴可人。” 我等想与车主人博彩堵车，长衣侍姐，能将主人请来否？那位先生正与一位大连贵客去酒长谈，不能前来。先生们，改日再议了。长衣领班脸上弥漫着可人的笑意，明亮的目光却扫着每个人的神色。大连贵客何人？一个红衣商人操着魏国口音高声道。 咸阳的魏国人，十有八九我都认识，没个不爱好名车的，我去请来便是。先生且慢，长一笑道：“诸位都是老客，此间规矩想必不用我说。客人正式未完，不得随意邀客人博彩。先生大人们多多关照，小女先行谢过了。”贵公子沉吟着：“也是，长一师姐。” 得等候几多时辰？御风法度，不许问客人行止。我如何说得定准？嘿嘿。贵公子大咧咧笑着眨眨眼，突兀的提高声音：“还是明日相约。那位先生也是未封古玉常客，对吗？”车痴们纷纷点头。行，明日就明日。那我就再看看这车。 长衣女士做了一礼，如此谢过诸位先生们，且看，我去侍奉客人了。说完，对一脸茫然的短裙女士笑道：“倩姐，走。”风灯悠悠悠飘去了。长衣女士匆匆回到殿堂时，那位英挺俊秀的客人已经大醉，躺在厚厚的地毡上，长长的喘着粗气，就是。 呆呆的站在一旁，却不敢动弹。长衣颇觉奇怪，轻声呵斥酒师道：“黑狐，如何发呆？还不快给客人服冰酒！”回长堂姐姐，这位先生醉得蹊跷。我进来时，他还在大笑吟诗，斥责我多事，喊我将冰酒拿走。这陡然之间又大醉倒地，小可正不知如何是好。 长衣端详一番，断然命令：“来，福吉先生，我来喂他。”魏风古玉的酒事不同于其他侍者，一律都是粗通武道的少年剑谱，很有劲力，专门关照那些烂醉如泥的客人。黑狐听得吩咐，跪坐于地，熟练轻巧地将客人扶靠在自己怀里，好像是客人自己坐起来一样自然。长衣拿过。 旁岸上一个布套包裹的陶罐，打开布套与盖罐，跪伏在地，用一把细小的长木勺给客人喂服醒酒汤。魏风古玉的醒酒汤大不一般，是山果浅酿后藏于地窖的淡酒，本来就酸甜甚凉，用时再加地窖冰镇，变成了一种甘美冰凉、酸甜爽口的佳酿，老客。 皆称其为冰酒，酒醉之人皆浑身燥热，口干心烧，然则饮水又觉过于寡淡，些许冰酒下肚，一股冰凉之气直通四肢百骸，神智便顿时清醒许多。只是这冰酒酿制困难，且是免费，不能见客皆上，只有大醉者才有资格享受。于是常有老客。 故意狂饮大醉，为的就是享受这能使人由麻木而骤然清醒的冰酒滋味儿。长堂姐姐，他是有意吗？酒、就、师、是、黑狐轻声问：“胡说，这位先生初饮照酒过猛了，他一定有心事。”喂下半罐冰酒，长衣怔怔的跪在客人对面端下，声轻如喃喃自语。呃 呼，客人猛然长长的出了一口粗气，照旧浓烈的气味，瞬间弥漫在小小隔间。酒世皱皱眉头，知道客人就要醒了，双手准备随着客人的动作助力将他扶起，却见长衣向他轻轻摇手，便停了下来。片刻之间，客人睁开眼睛，豁然坐起，声音沙哑道：“你。” 你我没醉，起开。说话间，一苗长衣身边的陶罐哈哈大笑：“<笑><笑>好啊，威风古玉有此等好酒，竟不写名点卖是何道理？”几乎同时，敏捷的伸手一抓端过陶罐，扬起脖子咕咚咚,咚一气饮干，罐子一掷，哈哈大笑。 哈哈哈哈哈！哈哈！好啊，好啊，苏秦也能牛饮了，端的照酒如此提神，张兄知道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身子一挺，酒势一扶，竟然洒脱的站了起来。长依也连忙站起来笑道：“先生，且请安坐，饮些许淡茶，听小女唱支歌可好？”唱歌。 哈哈哈哈你唱，何如我唱？那是最好了。我为先生吹嘘，雅曲吗？雅曲，嗯，不好。风曲，秦风。好，秦风。长衣一睁，亮闪闪的眼睛看着手足屈服而又极度亢奋的客人。世子咏唱。 一般都是大雅、小雅的曲调，纵然唱风曲，至少也是王风。前两种是王室歌曲，庄重优雅；后一种是王姬国人的流行歌曲，也是清远婉转。还有颂曲，因了那是歌颂天子圣德的庙堂歌曲，已经很少有人唱了。自孔丘将传世的歌词分类删定，编为。 诗三百篇，歌儿的旋律曲调便也随着歌词大体确定了下来。各种风原是各诸侯国流行的庶民曲调，一般的官吏名士顾忌身份，在公开场合是不屑于吟唱的，如同说话一样。自西周将王姬语言规定为雅言官话，其他诸侯国的语言便成为。 不登大雅之堂的庶民俗语、方言了。后来的荀子曾经说：“楚人安于楚，越人安于越，君子安于雅。”楚国庶民说楚国话，越国庶民说越国话，但是天下有身份的君子都应当说雅言官话。一个唱歌，一个说话，虽不是根本大事，却也直接显示着一个人的身份地位。 以及世子本身的学问水准。眼前这个客人无论怎么看，也是确定无疑的名士。仅仅那辆令大商车师们垂涎的青铜摇车，就表明他绝非等闲世人。可是他竟然开口要唱秦风，还不能不让这位颇有阅历的女领班惊讶。秦人的曲调粗朴，激越苍凉凄苦。 简直就是发自肺腑的一种嘶喊，若非常年在旷野、山峦、草原、湖泊的马背上颠簸，那种高亢激越的曲调根本不可能吼得出来。这个英挺斯文的世子，能唱出这等撕心裂肺的秦风？片刻愣怔，长衣已经从贴身裙带中摸出一个碧绿的玉勋来。 凑近秀美的嘴唇，一声裂帛破竹的高亢音律破空而出，长长的回荡在整个殿堂。客人开怀大笑，陡然间纵声高歌，酒后嘶哑的嗓音平添了几分苍凉苦楚。天地悠悠，我独远游，家国安在？落叶作秋，渭水东去。 昔有源头，必当争雄；长歌悠柔，何堪书剑？将相王侯。一个激越高亢的尾音，歌者戛然而止。偌大厅堂静悄悄的，无人作声。一阵大笑，哗嗒一声，客人丢下一袋金饼，摇摇晃晃的大步出门去了。先生，用不了如此多也。 长一惊讶的拾起钱袋，那人却已经踉踉跄跄地走远了。快追上，送他回住所。长一吩咐九世一声，两人急忙追了出来。挤到的车马场，那辆青铜摇车已经连连而去了。长一连忙询问车场的当值车士，粗壮勇武的车士回答：“车士胡青驾车送客人回去了。先生住长阳街。” 岳阳客栈，长一长长的出了一口气，大师放心，转身回殿堂去了。原来这御风古玉关照客人的细致周到是天下闻名的。但凡客人酒醉而又没有御手驾车的，都是由御风古玉的车士驾车送回。客人也满意，车士也高兴，因为客人大抵总是要给车士一些赏金的。 纵是当时酒醉未复，次日也一定派人送来。况且长阳街岳阳客栈也是老秦人开的著名客寓，绝不至于出事的。然则，这辆青铜摇车却没有驶往长阳街，而是一路出了北门，直向北坂去了。坂者高坡也，北坂是横亘咸阳城北的一道山原，林木茂密。 有三条大道直通圆顶，登上圆顶，又是一望无际的平坦沃野。与秦昭王之后的北板相比，这时的北板还只是一道莽苍粗朴的山原，比咸阳城南的渭水之滨荒凉多了。秦法整肃，通往北板的三条道各有专用，中间最宽阔的大道，坡度稍缓，是官府车马军队。 以及所有单人摇车的专用车道，东道稍窄稍陡，是农夫商旅工匠的运货车辆走的专用道；西道最窄最陡，却也最短，是国人庶民步行登云的专道。眼下，这辆青铜摇车出的北门，直入中央大道，一路向林木葱茏的高坡驰去。时已天骄四鼓。 更深人静，青铜摇车驶入圆顶，拐入一条便道，在北板松林间的空地上停了下来。那匹驾车健马似乎感到了异常，一个人力嘶鸣，几乎要将玉手掀下车来。十多个黑影惊讶唏嘘地围了上来，一个贵公子模样的人上前一拱手：“胡经这是你的赏金。” 我这匹胡马赏你了，回城去，这里没你的事儿了。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